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贤观》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几百年前的当时的男生脖子这个地方也他的服饰上也有这样特殊的一个考量，你觉得说好像那个时代的人确实是蛮辛苦，可是我们看现在我们有比较舒服一点嘛，也是领带，然后这个其实衣领这个就是这个蚕存的演化的痕迹背后有它历史的一些变迁所造成的一个外观的稍微的一个改变，但是基本的一个精神还是在这个，就是它衣领清洗比较方便啊，因为整个要洗的话还是不方便的，只是当时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结构。不过谈到脖子这个保护似乎是不错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服饰上，不管是围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那样的一个保护脖子、维系着脖子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上有。然后外观性上也很不错的这个服饰有这样的一个新产品的产生出来，这其实跟我们的一个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脖子这个事实上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结构，那所以从外表上我们只看到脖子，但是我们把脖子这个地方的一个皮跟它拿掉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一个理由确实我们要多对这个地方多所关注这个绿色的有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这个是我们的淋巴系统，所以淋巴系统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保护上面，然后这个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肌肉群在我们的脖子，不管前面后面从表浅到深度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肌肉群在那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形更是在脖子这个地方相对是蛮多的这样的一个血流在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所以脖子这个地方因为皮肤那肌肉这个并不是像我们体内这个血管所在的一个位置是比较深部，它表浅的地方都有，所以它散热等等需要我们去维护着它的一个不要太寒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因为这个血管它暴露在外面的一个比例比较多的关系我们要多所关注，然后这个底下我们的骨头神经等等相对的一个位置都是非常非常精巧的，让我们的脖子可以去执行它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样的一个颈椎之间神经，我们从这个中间的一个空洞出来的一个空隙其实是很小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脖子这个地方能够活动自如的话，就是手机运用的时间比较少一点的，这个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很多次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看到我们的同仁走在路上没有在拿手机的很少，只有我在看着他，大家在有没有在拿手机，不需要，没那么严重的事情，天底下哪那么重要，一定要无时无刻那这个对我们的脖子影响很大，所以回过头来看到这个脖子，这是林布兰这个荷兰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17世纪他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然是有钱人，那这个有钱人的一个形象是这样子这个会有钱显然也有他的一个方向跟目标然后他坚毅不拔的一个精神从他脸上的表情我们可以读得出来，服饰上可以读得出他富有的一个状况。好，请您猜一下他是做什么职业会让他赚上那样好几桶金呢？他是卖啤酒的，所以卖啤酒自古以来跟食物有相关的行业相对他累积财富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因为民以食为天嘛，然后在那个里面如果更有一些让大家可以去喜欢的东西的话，那当然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效益就会比较大，所以在那个时代，这是荷兰大概在同一个时代不一样的画家他画出来，那个时候民生事实上是蛮辛苦的，凋敝然后大家的一个心灵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压抑，所以
是三不五十啊，也要三五好友啊，聚集在一起啊，像这样子、啊，局部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有人在这个拉着小提琴，然后唱着歌，哎，跟我们现在卡拉 OK 不是也很类似吗？啊，这个是啤酒桶，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只是说外观上稍微有点改变，是啤酒桶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喝的这个啤酒的杯子啊，跟现在当然也不太相同，大家约略有这样的一个影像存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稍微储存一下这个啤酒杯的一个形状，怎么会是这样子啊？这个也是约略在那个时代啤酒杯的一个形状，就是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啊？因为它比较细长，然后细长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还有刻痕在这个位置啊。所以表示说那时候行酒令啊，如果喝的话，你就负责喝到下一个刻痕，再下一个刻痕这样子啊。所以当时的一个环境、社会风俗啊，我们从酒杯上似乎也可以感受得到。好，这个回到大概十九世纪啊，德国的画家曼哲尔画的，这也是这个叫做啤酒公园。啤酒公园这怎么会啊？大家在那个地方也是生活，你可以看它压力的一个情形啊。于是啊，借着这个啤酒公园的啤酒在哪里，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杯子的一个形状，这样子，那就跟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形状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透过那样子，他们就可以这个啤酒的一个保持比较久一点。所以这个画家画的这个对象其实啊，他是两幅画，这是夫妻啊，但是分开画的意思，这是他太太，这个太太，然后这个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帮他自己帮他太太请林布兰画以外，也帮他的母亲啊画，这是刚刚那个有钱人的母亲啊，所以看得到年龄啊这些变化啊，当时啊如果五十六十都已经是非常年长的这个状况，跟现在差别很大。可是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的一个状况，这样当然延续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大家非常关注，意思就是大家都担心会失智。所以失智的一个问题，如果已经变成人格改变，这个人不太认识，原来是温文儒雅，现在怎么变成了整天这个骂东骂西的？不过这讲起来好像自己也有点这个倾向啊，这个是不太对的啊。但是如果登到这个，或者说跟这个社会的一个互动越来越切断了，不愿意去跟别人有所互动的时候，这相对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有问题啊，需要去这个医院看。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啊，在这个之前，或者是说同时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某些的一个穿着或者是应对，分不清楚时间、季节、场合。某些人见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当然要有不同的应对的一个方式啊。那以前会做的是，现在做的，相对就好像困难重重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要担心啊，也要去医院看啊。但是更大家让大家担心的就是关于健忘。关于记忆的一个问题啊，常常弄丢弄西把东西这个错放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丢东东西会丢掉的意思啊，然后想不起人名或者是物品啊，或者是物品放在哪里等等这些情形啊。不过这个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老化本来会产生的，但是呢，如果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这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老化记忆的比较稍微薄弱一点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退化的问题而已，就要考虑到失智。失智的状况就是说他忘掉，而且你跟他提醒的时候他会否认的。他说，譬如说饭已经煮好了，现在可以吃了等等，他不说不是才刚吃过吗？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正常的情形是说，你跟他提醒，说吃了是什么，他会想起来，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他还是会记得，你给他提醒的时候，他会记得。啊，你跟他讲钱包，忘了，他说啊，对啊。那，他跟他讲钱包忘了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忘掉的东西是什么，里面的钥匙。他如果说也不知道他忘掉钱包，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那碰到的人也不认识啊，包括他的亲人。这个都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真正失智。那如果人名记不起来，你跟他提醒，他会想起，这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啊，你跟我讲这个名字我记得。然后某一些事情忘掉以后，你跟他提醒，他会再想起来他的相关性的时候，这是我们老化的一个现象啊。
我提到古代比较没有失智的问题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困扰跟烦恼。感谢收看，再会。